环境教育是保安林宣导的重要工具，咱桃林管处为着落实环境教育，伫即间邀请到三轮国小全校的师生以及社区志工，甲三条轮保安林园区进行户外教学，当中更加予学生参加游戏，互课程变甲更加趣味，嘛借着户外教学，予因更加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嘛予环境教育的课程更加丰富。大家专心听老师上课，也认真回答老师的问题。为了要落实环境教育，南投林管处伫即天邀请四湖乡三轮国小的学生，甲社区志工，到三条仑保安南园区进行户外课程。小朋友看到三年前家己种的树啊，拢非常的欢喜，也希望会当继续举办这款活动。来这边我很开心，我可以来这边看到我跟我好朋友在三年前种的树，它现在很高，很漂亮。今天我来到这里，来了解这些树木和昆虫，让我学到了很多。我希望明年还能再来。我们希望让小朋友结合书本里面的一个知识，然后实际走到户外来看看户外。那同时也倡导现在是在户外教育的一个重视哈，那让小朋友亲自走出户外哈，那对他整个一个学习哈会更贴近生活。三条仑保安拿主三年前透过在地社区甲林管处的规划，经过大家努力，和园区的生态搁较多样，嘛借着丰富的生态来教育大家保护环境的重要性。透过林务单位的安排，还有他们取得的一些多样的树种，做有次序的一个规划。那经过三年，现在虫鸣鸟叫，现在听得到的都是鸟的声音或蝉的叫声，还有各种层次的树种的生长，非常具有这种生态意义。那我们这一次来哈，是透过这种自然形成的这种景观，那导入这种环境教育哈，希望小朋友在这个环境里面有不同的这种体验。南投林管处表示，未来也会结合三条仑海水浴场、海清宫、植物园区，规划出环境教育的园区，让在地乡亲更了解家乡的生态。这个保林的我们的植树，我们是跟社区、跟在地的公部门、私部门一起去讨论的，还有专家学者，所以我们选用的部分大概都有一些四季花卉或者植物果的物候的一个植物来做。那未来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结合到这个三条仑的海水浴场，好，还有我们的这边的这个海清宫，还有再往前的这个林试所的植物园区，我们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植物园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场域。透过走出户外的活动，不只是让大家当感受丰富的生态，也借着这个机会学习环境教育，做伙达成永续发展的目标。记者陈嘉欣采访报道。